大家好，我现在重庆，今天去看一下那个长江大索道，就在我身后50米的地方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要不要去乘坐的话看情况。已经走到这个长江索道的门口了，这周围都被这些高楼大厦给包围了。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，特别是这一栋楼相当高啊，然后这边写的就是长江索道景区，这边有个观景台，我们走到这边来看一下啊，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个索道从这个头顶上过去。嗯，能看得到，今天这个天气还算是比较好的了，好像又在下毛毛雨了。那边有个大桥，这就是索道那个缆车，等一下应该会从这边过来。这个是排队两小时体验5分钟，所以我们就站在江边上看一下吧，还好有这样一个地方，要不然看不到的话那就麻烦了，看不到还要到江对面去。那江对面有几座小山头，想登高望远的话，就这天气你也望不了多远。我今天发现了，就这今天这个天气是我来重庆第5天了，应该是最好的一天，能看大概1000米。正好现在有一个索道过来了，这是超级大索道啊，差不多可以站100人。我第一次坐这种大索道是在黄山，第二次是在峨眉山，第三次呢就是在这里了，但这次没坐，我们就站在这里看一下。索道来了，速度感觉还是挺快的，就是因为它是网红索道嘛，坐的人特别的多。长江索道1986年开始建设的，这个索道和我年龄一样大，38年了，时间也蛮长的了。第三个大索道，就是游客太多了，重庆这边不管你到什么地方，只要稍微出名一点点的地方，那都是人山人海，像这个过江索道那都不用说了，就是排队吧。那边又过来一个索道，看一下上面人都站满了，差不多100人，正好和大桥合个影。哇塞，这个感觉怎么样？还是可以的吧。正好马上我头顶上就是我这边的上站了，他那边感觉低一点。反正就是人太多了，排队2小时呢，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。换个角度再看一下，正好有一辆这个索道车进站了，进站的时候慢慢悠悠的。这种大索道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的，目前我在国内只看到3个地方有，黄山有个大索道是这样的，然后还有就是峨眉山，还有就是重庆这里了。这边有楼梯，我们就从这里下去往江边走一走，看看能不能走到那个大桥那边，去江边再去看一下。前面不远处就是长江边，但是这边好像在修路啊，所以说能不能走得过去估计有点难，而且都是围挡。这段路正在升级改造，这个噪音还是有点大呀，关键是围挡太多了，这想看风景看不到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都是围挡，这长江边根本去不了，我们就往前走吧。看一下前面的那个楼横在那个大楼上面，有点意思吧。今天看对面的那个山，正还能稍微看得清一点点。我前几天来的话，那个山顶是根本看不到的，因为今天这个雾稍微散了一点点，感觉要好很多了。终于走出来了，那个楼我第一天来的时候，当时距离太近，根本看不到。即便是现在的话，它那个上面还是被云给挡住了。这个楼很有特点，横在上面。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那一块高楼大厦，云里雾里啊，那一块就是朝天门，可以说是重庆这边最核心的地方。但是朝天门那个地方和我想象的还是不太一样，主要是我以为它有个大门，没想到被那几栋楼给包围了。再回头看一下那个我刚才索道站的那个方向，应该就在那几栋楼被包围的地方，那个屋顶看起来像那个皇冠一样吧。这栋楼还是挺高的，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在那个楼的脚下，现在已经走到这里来了。行，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收看，下期见。